你让我穿个胸罩好不好？你不要把那个脚那边弹！你们其他仔，这些东星仔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洪兴陈浩南现在怎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要订阅，而且要打开小铃铛，叮咚叮咚。好啦，今天又是我们的一天非常好玩的日子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看到没有摸，那就代表我要去捉弄他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相信跟我一样年纪的朋友们，我们比较有一点点老的年纪的 ，OK， 一定很知道一部戏叫做《古惑仔》，古惑仔 ，OK， 是非常经典的一部戏哎，就是郑伊健啊、陈小春啊他们在演的一部戏来，一个黑社会的戏，都那个年代的时候。我们大家都想做大哥嘛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做大哥好多年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时的女生是不是哇很疯狂？这些所谓的喇喇宅啦 ，OK， 所谓的喇喇宅就是我啦，这样的人呢、不好意思耶，这样讲。今天我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要一整天进入陈浩南这个角色，然后我一整天会叫莫娜作为塞塞浪啊，小小丽，这个就是在那部戏陈浩南里面的女朋友啦 ，OK。然后我会打扮成山顶黑毒蛇的那个角色，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喇喇的样子，然后那个。头发就是，虽然我那个头发比较难看，就是类似郑伊健那个年代的那个头发，就是头发长长的。所以我看，如果这一整天我这样坐在一整天，一直叫他塞塞浪，他到底会有什么反应？到底他会跟我一起配合来回到那个年代，然后演一些古惑仔里面那套戏的经典画面吗？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个东西，因为 MCO 原因，我们只能在家玩到这些东西 ，OK。然后莫娜现在在拍摄东西的时候说，我们应该先换我们那个服装出来，先给大家看一下 ，OK。我们待会见。Let's go！ 现在我们变装完成，所以我现在去找莫娜，看她到底在做什么东西。OK， 我觉得她应该还没有穿好衣服了，给你们一点福利，我们马上过去看一下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莫，塞塞啦，塞塞啦，塞什么啦？做饭俾我食啊？去做饭俾我食。做饭给你吃？没有穿衣服哦。塞塞啦，你系塞塞啦而家？塞塞啦。你知道咩系塞塞啦冇？你就系细细粒而家，知道冇？你让我穿个胸罩好唔好？你快啲去煮饭俾我食，好唔好？你让哥哥给你煮啊！屌你啊！同你有计啊！你穿成像干嘛的呀？OK， 刚才的反应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可能是因为他不会听广东话，所以我还是觉得我要用华语来跟他沟通，不然的话我怕他根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。可是到最后我觉得他多多少少是懂了，因为我一讲 Pokneo Gaya 他就直接讲你神经病了，就是他懂这些东西，他懂粗话。其实粗话就是国际语言来的，就是很容易就学到的，就是 Pokneo Gaya 这些东西全部都很容易学到的。可是18岁以下的朋友们大家不要学啊， OK。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他到底有没有煮饭给我吃啦。妈的，要煮饭给我吃啊，他是要中了。这个是陈浩南的那个招牌动作，硬硬在那边做我。OK， 然后我们接下去看一下莫娜换好衣服了过后还会什么摆凳出来，然后我们会不会煮饭给我吃啦。OK， 我们等下再见 ，Let's go。到最后塞塞了还是小小兰，就是要帮我做饭。我不是给你做，你给谁做？我没有人吃咩？有啊。你看，好硬啊。怎样嘛？是要听我讲话这条水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这样啊，你就是我的女人啊。你有病啊！你是塞塞粒，你懂吗？你要讲我系塞塞粒，我老母。讲话不要那么非主流。我没有非主流，这个是以前的年代是这样讲话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煮一锅饭哦，可以记得我要赢回煮饭哦，可以自己去穿到酱梅出来。神经病啊你！真的是，哇，好心机个哦。我是拍东西，你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好心机啊佢，好心机。我哋等佢煮完饭，我哋先拍俾大家睇啦。OK，Let's go。跟你们小小声讲啊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我把脚
放在桌子那种很阿兵很拉拉的做法，然后看莫娜会有什么反应。OK， 这样我们再看下去吧 ，Let's go。好了，现在莫娜已经是煮好那个饭了，所以现在我来 test 那个味道到底好不好吃啊？你都吃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用那个洋葱来炒吗？好吃吗？我怎么带这个吃饭？手汗，你可以摘掉吗？没有很好吃，讲真的，这一次就很难吃。我吃看这个，另外一个也很难吃是吧？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很难吃嘞！你不要浪费食物哎。没有，真的很难吃。哪有？我就吃了很好吃啊。我是够难吃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是很难很难吃，很恶心。你可以不要煮饭了吗？下次。好啊。哎，我不想吃啊！我急，不想煮饭。我想要自己点饭了。去点啊！菜来吃。点啊！你把饺子放下去是吧？我们喇喇仔吃饭是这样的嘞。你不要吃。你不要往那个饺子那边弹。怎么？现在你以前你喜欢我这样的样子哎，现在我这样你不能了啊？看你的脚在那边弹，如果你的脚上有那种死皮什么的，它不就弹到那个碗里面了？你我几岁罢了，有什么死皮啊？你以为每个人像你的脚这样啊，粗粗这样啊？我的脚哪有死皮？而且还臭哎！哪有？那脚很臭哎啊！我那个脚其实很臭很臭的。那你昨天晚上舔他周末？我那个舔他，你不要乱讲话啊！妈该呀，很恶心啊！乱在那边讲话，妈的！你是讲你最喜欢舔我的脚趾？我没有讲这种话，不丢。不去舔。周丫。周丫。我有点没有胃口了，真的是很恶心，我要拍 story 记录下来。耶、yeah!。面对镜头就这个样子，我这个不是面对镜头 啊！大家，我不是面对镜头做这样的东西没？放上来啊！我南哥讲，我南哥敢做，我南哥做了的事情，我南哥，我南哥做的事情做了，我就敢认，讲。可是你做这些东西我都不会觉得恶心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，你基本上每天都这样。我没有这样呢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这样过分呢，这是以前，现在没有了。你经常把那个鼻子抠下来，然后放到我身上啊，或者是嘴巴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可以咁用嘅，给我带回来，给我带回来。妈鸡啊！不要用鼻屎，我最讨厌鼻屎了。很凶，你看这个就是塞塞粒，这个就是塞塞粒，小小粒它就是这样的。你是小小粒？嗯。哦，你讲我小小粒呀、啊？没有，那个是一个名。塞塞粒吗？那个是一个名称来的。小小粒，我懂。屌，我自己不小心翻译华语出来哟，妈的，翻一半就失败了。可是塞塞粒真的是在古惑仔里面的那个陈浩南你朋友的名字来的，他真的是叫塞塞粒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一整天要演，就是我是演陈浩南，你是演塞塞辣，所以塞塞辣对陈浩南就是百依什么顺的，没本分啊。对了，你现在马上来偷下来。可能。OK， 那我们先吃东西，等下看我们还有什么搞作的时候再搞给大家看。OK， 最重要是要搞到他堵了起来。OK， 我们等下再见 ，Let's go。OK， 好啦，现在我们已经是吃饱东西了，然后我一直讲莫娜是塞塞辣塞塞辣，所以他顶不顺了，他要把那个刚才他那个穿半粒的衣服换掉，然后顺便去冲一个凉，他这个破盖的，还有我在这里等他，叫我们等一下等他一下才下来啦。等一下我要演一个古惑仔里面的一个经典画面，所以我有跟莫娜讲要怎样拍啊，我们等一下看我们会拍到那个感觉出来没有啦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再见。 OK， Let's go。喂，做咩啫？咁咸湿嘅你，我谂住啊，叫你扶我去厕所嘅咋？咦，好衰啊你！啲人睇住噶嘛，快啲啊，急啊！咁咸湿妹，喂，唔该晒，帮我逗住。你啊，唔好讲咁多嘢啦，射到周围都系啦。哎，我的腰有点不舒服。嗯，就像你平时要多运动嘛。我已经运动了啊。嗯。那个不是运动。别的地方也要动，不只是那个要动。可是你都不要一直叫我运动，你又不行。那你可以帮我吗？嗯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哦。我在叫你扶我去厕所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哦，走。色的你，这样色情啊你，为什么这样色情啊？这是你扶着我哎。哎呀，不要讲那么多啊！你看你现在到处都是。
结果刚才我们演了一个寂寞出来，根本就不能跟他们男女主角来比。莫娜的演技真的太烂了，真的是差到一个点，你懂吗？真的是他不能演东西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之前广告全部他都不是在那边演的，他只是打电话还是什么东西吧？因为他不能演戏，太差了。那垃圾塞塞粒啵，塞塞粒啵，你能做什么事情？跟我讲，啊，你除了每天就是在那边演做作，你还会做么？没有啊，我平常我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对到你啊，所以我才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啊，就是你做作咯。因为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我的性格才会变到很……这个是我一没有礼貌啊。我从一开始就认识你，到现在你就是这样的样子。没有啊，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哪里是这个样子？没有，你一开始你就是脚上还有啊，你喝醉酒脚就上还有啊。是哪里？上去没有了 ，OK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我们一天在家里的 vlog， 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在 MCO 的期间，我们只能就是拍我们每一次在家里做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又是扮演一个古惑仔，那个很帅很帅的古惑仔。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如果有我这个脸孔啊，你觉得真的很老啊，有脸。妈的，你看真的很老。郑伊健不老妹那时候，我跟郑伊健差不多，好不好？你们看他照片，噔，不是百分百一百八千都像郑伊健呢。OK 了，等一下我们再见吧 ，Let's go。Hello？ 啊？你们谈不到没？啊，傻！这边是我们的吗？怎么你谈不到嘞？我跟郑秋宝在一起之前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不会跟他讲啊？这里是我们的地方。是啊。在 MCO 也要讲出来谈，你跟我讲。去古惑仔 M 里面谈哦。你有必要？OK， zoom zoom zoom， 走 zoom。来，我现在跟你们 zoom meeting 啊，怎样？如果你们会来，要不就这里。你们其他仔，这些东星仔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啊？我红杏残后男，现在怎样？你要做么？你是林北的林北是谁啊？你林北是谁？你讲啊，你林北是谁？林北的林北就叫做林北。小咖啡来跟我 king。你这条腿怎么戴着头罩？怕我认到你是吗？你谁？你现在是谁？你跟我讲，你谁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没有，现在你们来不中是什么？你们是要插一只旗在我的地方是吗？现在我们就是来插旗的，就是要打架不中。有胆就来，我们等你。我不敢去 Cheras， 你敢讲？你讲一句，我不敢去 Cheras。你就是不敢。是现在 MCO 吧？如果没有 MCO， 你跟你讲，那个头套啊，现在落在我头了。我跟你讲，来，你要玩是吗？你们等 MCO 来。去古惑仔 M， 古惑仔 M 里面，古惑仔 M 里面讲，来，走走走走，妈的，要跟我玩是吗？国仔 M 里面见啦。好了，基本上整天下来，我们已经是做了很多很惨受害的东西了。其实，在家里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东西吧。你对于我今天一整天打扮这样，有什么想法？没有什么想法。你该不是讲，如果我是长得这样的话，哦、你这种想法就是真的是有一点丑哎。然后，如果你长成这样子，我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的假发，如果不要拆的话，我就是一直这样，我这样的样子跟你做爱，你可以吗 ？OK，cosplay 嘞。恶心哦。如果我不是长这个样子啊，可是我是古惑仔，然后我每一天。在外面打打杀杀的话，你还会爱我？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啊，不是这样子，很帅，好像车套男这样。可以啊。可是我随时可能给人家砍死。我们走这条路的脚踏进去这一行了过后，半只脚是在监狱，半只脚是在死亡那一边。嗯，都是这样。对，你觉得？很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我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应该我每一天会过得很痛苦，然后就可能在家里面哭啊。所以你看那些他们这些电影，其实基本上那些歹手啊、阿手啊，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怕的。有一天，另外一半就没有。对，另外一半就被人家砍死了，几十给人家砍死，你都不懂那种感觉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就不需要再打打杀杀了，现在也很少打打杀杀了。如果你还是想要打打杀杀，还想要做大哥的话，哎，你可以进来这个游戏，叫做《古惑仔 M》。其实他是直接拿《古惑仔》这部戏直接放去这个游戏。里面，所以它里面讲着它的音乐、它的人物、讲话方式，全部都是里面的经典化哎。其实我自己有玩过一阵子了，真的是很像你，根本就是主角哎。你在里面就是主角，你就是在去做这些东西，然后你就是在收马、收靓啊，去过任务啊，过任务就是去找那些木啊，去找那些啊靓款啊。真的，真的这些角色里面，它的声音在里面也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游戏。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下 ，OK？ 虽然它的样子长得不像塞塞了。他是很呆了，我是呆呆了。嗯，对，你不要脸的。OK 啊，今天就是我们整个一天下来的我们的一些互动啦，在家里的一些互动，然后有一个是我们演的啊，其他是真的，有一个是演的吧，就是那一个上厕所的那个，对，他扶着我的要去上厕所的，嗯，那个那个是演的吧，其他都是我们用我们非常真实的一面见大家，所以古惑仔 M 大家一定要玩下去，因为跟我一样年纪的人，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做大哥的梦。OK， 还没有时间的朋友们，马上去到古惑仔 M 里面去
实现吧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 ，Let's go。小姐，你不爽的话就进来古惑找 M 里面找我，我还送买你礼包啦。登录的时候打超什么呢？你可以拿到一点武器，拿到一点装备来打我啦。来找我，我是谁？我是红暗残偷呢。要的话，我们在古惑仔 M 里面见。点睇啊？都系我哋东城最大啊！我哋红兄救姜救雷救人多，铜锣湾得一个浩南，就系我陈浩南。来帮我忙，我可以让你做帮主。古惑仔 M， 天大地大，我最大。